各位投资们大家午安，又来到我们的盘后的节目与钱同行选股真功夫哦。那今天我们的策标很简单，就是一加一一定大于二，那你要什么？当然就大于二以后就会讲，就很快速很快速什么，就赚到钱，你就有快速赚哦。你要的就是快速赚，因为新科二我们在昨天有特别跟你讲，那今天早上好、哦、不小心你也如果猜到你买的话，也就马上送你赚涨停板啊，但是总是要追高就是了啊。那也恭喜我们的会员哈、啊，这个地方有参加我们一加一大于二的会员，通通有微科，好、啊，最少赚个10%也是蛮开心的。这个周末就非常愉快。好，那今天接着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个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的节目讲什么？大纲是台股放量已经上攻了，涨了400多点，那还在等待另外一个黄金的右脚嘛，会不会再回撤呢？哈、哦，这个地方是投资朋友一个疑问，等一下跟你解说。那第二个问题是技嘉落底已经告诉你了，那财报绩优生，新科第二，我们要公开的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有微科嘛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股票里面重点，还有亚光啊也是重点啊，然后再来就是告诉你，我们就是一加一大于二，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最大优惠，年终最特惠哈，你要好好的把握。再不来已经不等你了哈，因为这一次要帮你这么赶快的快速赚。好，接着当然这个台股再怎么等待它的黄金右脚到底会不会来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跟你解一下大盘。然后因为大盘今天的话是收在涨了454点哈，那量是来到4160亿，但价涨量增，那最强势还是在机器人这一块跟 CoWoS 这一块，那最弱就是只要大盘涨，已经没有生技股的天下哈，你要记住，只有跌的时候生技股才会冒出头来。所以这个地方台股放量上攻，我觉得拉回哦，要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机会拉回哦。这是我们林威廷老师特别要叮咛我们的投资朋友，拉回要看三个关键，他说。回来要打黄金右脚，有没有打黄金右脚哈？然后包括那打黄金右脚会不会？那当然第一个，他已经提醒我们的投资朋友了，就是你要看你的台积电，我早就提醒你，台积电不会大涨哈，有赚有跌很好买，但是这个地方大盘如果要大跌，当然还是跟台积电有关系，就是要失守五日线。那外资的期货。其现货的动向，我们还持续帮你观察哈。这地方当然目前台那个外资是站在就是空翻多了哈。那是不是美股会持续的下跌？目前美股的下跌会不会今天晚上也很重要哈？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持续的要观察这三个指标。我想相信大家也知道，那美股会不会下跌？那难免会下跌啊，哈，所以啊，台积电会不会失守五日线？难免有一天会失守五日线，所以的确，未来一定有机会打第二只脚，哈，我直接这样给你解说好了。那第二只脚打出来的时候，你不要害怕，下跌反而是你的机会，上涨的话，你不要去追。上涨的时候，你要买那种下跌的时候它还会涨的股票，像有微科就是这样子，昨天大盘涨，它也涨。大盘今天涨，它也涨停板。那未来大盘跌，它会不会持续涨停板？哦，这个地方，当然我认为它机会蛮大的哈。不是涨停板，就是会不会再涨？这样子，你听得懂吗？会不会像亚光一样？像亚光是最漂亮的啦。但是因为短线上来说，我们要给它补一下嘛，要给它补起来。因为那个亚光的讲，老师，我哪知伊遐起啊济？哦，这就是因为大盘大跌之下，你就。不小心不轻易的把你的金鸡母卖掉，就是亚光，所以我只能补你有微科啊，哦，这样子。那这个地方融资今天是持续在减，这是前昨天的资料哈，抱歉哈，有利哈，福尔的洗清哈，这个地方没有给你改掉，不好意思哈，这个地方我们没有给你改清楚，所以但是没关系，这融资还是持续在低档区啦。好，融资实际还低档区，所以你安心，融资只要在低档区，大盘如果有回撤，也低档不多哈。这个地方是跟大家报告一下。好，那接着我们看个股，技嘉落底，就告诉你落底，我已经跟你讲说它绩优生啊，今天昨天也跟你讲说它不小心开高走高啊，就上去啦，就回不去啦。好，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还是要注意哦，它这档股票注意。轻舟已过万重山是没错，那下一关在哪里？山海关在哪里？哦，万重山是过了啊，关关难过关关过。好，那当然它还有一关，
什么关，不是情关难过哈，不要误会了哈。他那一关哦，是一个很重要的、很迷人的哈。如果一旦过之后，哇，这个股票不是只有创新高而已哈，应该你会赚到一个非常，应该未来的一个空间不会输那个3019的亚光哈。但是慢慢来，我这样讲是讲了讲给你知道未来哈，我直接跟你讲，但是你不要自己乱追高。我想看节目，尤其是散户朋友，资金不够大，你最好去做那种短线上10%10%累积的赚，就像有威克一样，昨天买今天马上赚。像技嘉这种股票是慢慢来的，你要用部分的资金跟它做波段的，要盘心肝，要跟它好好的当一个好朋友，耐心的等待，好不好？那目前它已经过了这个250，那当然话又说回来，我们还是要跟提醒，250就不能再回去。那今天的确是开高走高，那当然也配合大盘的开高走高，那所以这档股票目前是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漂亮。那接着上次又跟你讲过230大底完成，千万不好啊，千拜托姐，拜托你不要我全收了啦齁，只是说老师不能买股票，真的老师是不能买股票啦，但是给你写这么大字，就是因为这个钱太好赚了啊，我不能赚也要分享给我们河粉啊，希望大家都赚到钱哈，30块也蛮好的啊，一张30000块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大底完成的股票啊，随便买随便赚啊，不小心哦一两天就涨上去了。但是涨上大底完成的股票的确它走到一个涨个3成5成到1倍还要等很久啦，还要凭良心讲啦，等个半年也不奇怪啦，等个半年也不奇怪，这样你听懂了没有？所以你要怎么赚才会怎么，你要快速赚有快速赚的方式，你要波段的赚法有波段的那种赚法，波段的赚法就是永远它怎么，就是永远底部就是推也推不倒不倒翁，这种股票的话就是最什么，永远不会赔钱的。我不常听到投资朋友说我赔钱了、啊、我赔钱 啊我杀低了，我停损掉了，看得好可怕，那为什么你要追高呢？你来找我，从来不追高股票，我们林老师也是一样，一定有一个价位给大家才会让你进场、哦、你可以很安心。那当然这个地方技嘉未来吗，我就想说故意清洗符合之后，这档股票未来是下半年的大菜之一、哦、之一、哦、大菜之一已经跟你讲过、哦、那 这一波的话怎么样，夯不隆咚再加个62块上去的话也是要回到快300块、哦、这个地方不难，但是要点时间，好不好？啊，因为这两天的技嘉是要坦白讲，投信法人还是站在卖方的，你都知道的，哈，你都知道的，所以不要自己去自己吓自己。那站在卖方代表什么？就是他就是不要让你上车啊。那我会带你上车啊，我带你买了230，他怎么样？他230他也是在卖啊，你成本比他来的低有什么关系？那这两天他还在卖，那到底你要不要？你这样的股票你要跟着他卖在这边吗？我肯定告诉他卖完就买回来、哦、所以你千万不要去追高杀低即可。而且我也告诉你250块、哦、这边都8月12号送给大家250块、哦、自己看清楚、哦、眼睛不好戴个眼镜看一下250块、哦哦、这个是白纸写黑字也不能骗人的、哦、电脑比较小一点就放大镜放一下嘛、哦，来250块，这个地方就会重返荣耀哦。这个地方也告诉你说，轻舟已过万重山哈、哦。好，那接着就8月10号就跟大家讲，那果然也印证我的话，今天就直接就过了哈、哦。不要说老师你运气很好，哎，这是要功夫的，要功力的，选股真功夫哈、哦。就是谁？就是何怀真，还有现在加上一个林威廷老师，最会选那些快速赚。哦、所以你要赚个10%，累积10%，10%，10%，不找我们，你要找谁呀、啊哦？所以这种组合的团队，在全市场投顾里面，只有唯一我在做、哦。就是不要你的钱，就是要你赚，非要你赚钱。什么叫不要你的钱？因为1+1=3，你要参加是两个老师，我为什么要只要收你一个？而且我的成本这么，现在很多人说什么要优惠，要怎么样试贷？你真的是，你真的喜欢给人家当小白啊？真的。或中白啊大白啊，因为他每次叫你进去叫你试试看，
然后看起来好像都完全是 零付费的，实际上真的你付出的成本那是很可怕了，背后付出的代价是不可言语的。我们这才是真功夫，不要你的钱，但是要你的赚，因为我们多送你一个、哦、很大很大大于二，你好好想想看复合性的成长有多快。你要用这种方式，因为这波行情跌了快5000点，很多投资朋友单单一档亚光有吗？有啊，买过啊，啊有没有报到今天？今天创新高 123.5， 我买这两天你才把它获利了结，我难道没跟你讲过它一定会来这边稍微什么稍微交代一下吗？对不对？那当然是没有关系，就是带一下而已哈。实际上我们赚钱的机会很多，有一档亚光就有另外一档技嘉的开始，好，技嘉的开始，不要自己买，要赚多的，当赚大条的再来找。如果你要赚小条，不要追高杀低，因为这个都是在底部的股票，底部的股票不易大涨，但是绝对推也推不倒的不倒翁。而且它的利多很多，奇怪一家公司，然后我觉得很奇怪啊，啊，公司明明就营收很好啊，上半年赚的比去年一整年还多啊。啊，结果下半年全年的一个伺服器的营收上面800多亿，加上下半年怎么保守估计1500亿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那也是他800，也是他700亿左右，怎么样？就700-800亿。何况实际上真正他的旺季是第三季开始，你大家都知道。好、哦、好，加起来1500亿，就好，最估计1500亿就好了。那代表下半年的业绩也是会跟上半年一样嘛，在8块左右嘛。那代表说上半年就已经超越去年一整年了，那再加上下半年这张股票为什么会跌成这个样子呢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所以啊，再加上来，如果说他我们的夯不隆给他算算，他的16块钱赚了16块钱，很保守的估计16块钱，一家有成长性的公司，他是成长性的公司，他今年实际上赚的很多很多、欸、那你给他一个本益比20倍就好了，好、哦，都还没有跟你讲25倍，包括15倍就好。现在的价格都是什么？都是普普的，都太便宜了。就所以说只带到这边，那剩下你就自己哈、哦，不要追高杀低哈。我现在只能这样劝你，剩下我没有叫你做什么动作，我叫你跟我来1+1=2。来做快速赚，好，这是我的想法。那当然，123选股法，什么叫 123？ 我就跟你讲说，我们有个123选股法，什么叫 123？ 你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技术面的分析，不是看人云亦云，不是看单单看那个，每个人都看 KD 啦，好，黄金交叉啦，或是什么什么什么缺口。当然，我也是写这样子，没错啦。我说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背后隐藏什么迷人的秘密武器，你到底没有用到的，真的你会看的指标，大家都会看，大家都会看这个啊。那的确这也是很重要，我承认。好、哦，你看这两样东西，如果确定有站上去，那这个股票就转强。但转强你再去买它，实际上坦白讲，现在目前大家都很内行啦。你转强股票，如果不是真正主流，你买它也不会涨的。好、哦。那这当然是这个地方是你简单的观察指标，还是跟大家讲过哈。但是还有很多一些隐藏版的，我们隐藏版的哦，这是在我们的霸王花团队里面的隐藏版里的东西哈的，我们会带给我们会员不一样的进场的方式，你记住哈，这是一个技术面，大家都一定要注意的。那当然这是简单的。啊，那简单版还有个筹码面，你要注意什么人在买，有没有人在进场？哎、欸，这个就很难了。你说筹码面不是看那个筹码面，什么法人买吗？我跟着买，你要领先他，然后包括基本面。为什么我叫的亚光可以这样下下叫？同样机器人概念股。所以你要看产业的位阶，包括一些公司派的未来的想法，还有它的成长性在内。这个东西的确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带到的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团队帮你层层的做把关，请你务必要注意。接着，当然这张股票大家还记得吗？8028的生阳半，
那时候八月十三号，我特别要拿出它已经过了这个跳空缺口，一样嘛，技术线型嘛，一样符合嘛，一三零点五非高点，就是很简单跟你讲，干单几个位三个字非高点呐、啊，然后一三零点五今天有没有过？今天是锁涨停板呢，锁涨停板呢，一三三点五，惊死人！我这张股票以前跟你讲的时候在这边呢、啊，在这边。大盘都还没有创新高，都已经有股票创新高，这是谁选给你的？应该记得很清楚吧？我三月份就已经告诉过你，这张股票再生晶圆的龙头，你要注意，它已经打了六个月底。实在严格说，那一张股票底部形成是不容易的。而后它打到五月份还在打底哦，还在打底，到三月份就已经提醒你，它已经六个月了，往后又多加了快三个月。他才正式喷出哦，啊！你要你有没有全力以赴？你说哇，我刚好把它卖掉，因为等太久了。在生阳慢这张股票、哦、的操作模式哦，敢这样跟我这样市场上跟我这样跟你讲的人哦，大概如果是、哦、第二没有第一的，那我看的是那个技术线型，然后我会买这个东西吗？所以我刚刚就说，技术线型只是个辅助，的确你要注意。你的股票有没有符合这些条件？但是为什么的？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基本面，我们的功力扎得实，我们知道底部怎么抓。那你能底部进场，你是不赢也难。而且那时指标也在低档啊 ，K D 也在低档啊。如果严格说还在低档，但是又拖了三个月，情何以堪的？说老师啊，我哪受得了啊？受不了，总不会叫你赔钱吧？到今天还他妈133.5涨停板，你们很高兴。24416什么时候会来？还再说再研究嘞，他都已经攻克了什么？攻克了超过24416就好了啦。其中一档就是我跟你讲的生阳半呐，另外一档是谁？当然就亚光啊。好，所以说，哎，所以我对你最好啊。当然对对，还有这个讯州哈，这是我跟你之前跟你讲的股票，也之前的确他目前有机会要来创新高的，一样。这档股票 46.8 我认为它会来，不是因为它今天涨停板，而是因为我曾经有提醒过你，这档股票6月5号 24.8 进场，网络通讯的 WiFi 7的概念股之一的讯州 24.8 进场，那时还没有端午节，端午节包中就是它第一档、哦、第一档哦，啊、就继续赢了、啊。我不是跟我说也要继续，现在你去哪里买24.8？像我那次买完之后，它也跌下来，你也都知道的哈。跟老师你卖都得够，跟他臭生意啊，话重复了一直讲，哎，就是要叫人家汲取教训啊。哦，好，我说领先才是重点。什么叫领先？筹码面你要领先知道啊，领先知道人家要买啦、啊。所以说那个三个法则你要注意啊，你做到哪一个啊？哦，领先才是重点。好，那我那时还没有跟你讲，40块以下很便宜，我都你走过必留下痕迹。我7月9号就告诉你，24.8买，40块以下很便宜，但是它跌下的时候，你只剩下眼泪。好、哦，哎，我是跟你讲说，跟对人才可以领先布局啊。结果它涨到哪里？涨到46.8，的确现在还没有过。8月15号就是昨天之前，你还可以买39.5左右。我买了，而且他曾经被分盘交易，我就已经在买了39.5。你可以证明到8月15号之前，他39.5都推也推不倒，而且你还买得到。今天你想买，他直接送你涨停板。今天你想买，他就送你涨停板，不对啊。所以要注意了，我们呢跟你规划的东西啊，跟别人是非常大的不同。我不是跟你上涨跟你说涨的话，等下46.8上涨之后再跟你讲，你是不是又套牢了？多少人告诉老师好可惜，我讯州就是不敢买，我买在高点，我把它杀在4块。我说今天我真的我要捶心肝，真的，我跟你讲真的，如果有这种情况，你务必要来找我们1+1台湾，你才可以快速把它赚回来。不然你每天在那边偷偷在那掉眼泪怎么办？钱是这样赔的、啊，你钱太多了，拿来我帮你赚哈。好了，这个就干掉。所以说，讯州这档股票涨停板未结束，我认为46.8
应该也不是真正的问题。好，如果生阳我的股票应该，所以说这个行情不见得一定要过24416，你要选个股。我要跟你讲是这样，你要选个股才有大钱可以赚。啊，亚光就不用讲，你看法人到今天才开始买，本月份买了24000多张啊，惊死人哦！今天来到123.5了，啊，本月涨多少？本月涨了55%，也代表说涨了55%。但是你不要说，哎，55%不算什么，哎，对啊，是不算什么。但是它是从79.6涨上，我不是在79.6告诉你，我在之前大底60块就跟你讲过了。最重要，本月份是大盘是吓死人、惊死人的大跌，1000点、1800点把你砍呢，断手断脚哎，谁救你？亚光，它最低79.6，你还可以再重新买，从那点买到今天来讲。还有55% 可以赚，就100万，你还55万可以放口袋，是谁保护你的？他今天也是创了波段新高啊，还没有创历史新高，他也是创了24196的高点啊。所以说，你要买真正哈会赚钱的股票，会涨的股票，会赚钱的股票，对吗？就是你会要买会赚钱的股票，不是是看那个单单那个追高杀跌或看新闻，这个你绝对赚不到钱。你看他本月份买这么多，是落后我太多了。但是本月份如果你有这个亚光，就有人帮你抬轿，是不是很轻松的赚？到现在你当然知道说，哎呀，亚光买这么多啊，那我要不要买？是不是？哎，两难啊，买嘛就是追高啊，不买嘛，他好像看起来很好，因为法人买这么多，代表他看好嘛。是这样子吗？当然答案是啊，我也跟你讲过，他的确有机会来150块，我也不吝啬，因为他的题材太多了，有机器人概念股，还有电动车，现在大家知道，实际上这种新闻都是落后我太多了。我在五月份的时候就告诉你说，他营收大成长的也是一倍，因为他营收每个月营收出货量比去年都成长倍数，第一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样子，你偏不相信，那时才不到60块左右，现在你们相信了？五月十三号之前你还63.5可以买，对不对？啊，71.5也要买啊，买完配息啊，马上给你填息啊，这不是很美的事啊？哦，还跟你讲短底完成了，反走过嘛，必留下痕迹。打根本跟你讲，就叫你汲取教训，知道说赶快来找我，哦啊、不来找我也没关系啊。实际上我跟你讲真的，你要赚大条再来找我。如果你老是要看那种一咪咪啊，哎我这边一定要赶快，我怎样哦？我告诉你啊，人是英雄，钱是胆啊。你就是赚不够，你钱就赚不够多嘛。你的钱就是常常去赔钱，所以常常怎样。那为什么我们会赚钱？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在低阶，然后包括我们知道什么股票会大涨。但我不是说每档股票都知道，但是我的股票一定有我背后辛苦所留下来的一些层层的把关，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跟你谈的。但是真的十拿九稳，你找我们这个团队，而且现在还有1+1=2，因为我一个人负荷不了我们的会员的大成长，所以我在特别请林威婷老师来帮忙哈。特别请他来帮忙我们会员一起创造大获利，好，希望你要跟上。好，这个地方就这样，这以前都跟你讲过了啊，会员就是这么，我们都全体的会，这口语不能作假的啊，对吧？走过必留下痕迹啊。好，那新科第二已经跟你讲准备上场，对不对？当然你已经知道新科第二就是有微科嘛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看哦，好，是不是半导体设备？啊，当然，面板哈、哦，面板及扇形封装，除了新科以外，是在最好的，真的三绿三升的，就是有微科，有没有买？来，新科第二3580有微科，请会员建立。定价94块买进，这个扣讯8月15号，好，昨天就是8月15号，绝对买得到，
绝，而且九点一分就直接扣出去了，还有跌破94块，我还想买一点低档都没有，尾盘也没有收很高啊。昨天就告诉你啊，新科第二，新科不要买了啦，新科的获利应该没有新科第二有威科来得好，所以我们特别帮你把新科轻轻的放下，获利了结放口袋。好，虽然赚个30块不多不少，但是也有提醒你不要追高啊。啊，那你等到这个在有威科，你就很有什么很有感啊，哇，马上赚10%。对，我要给你的东西就这个样子，一个交易日可以赚个涨停板，可以赚个10块钱。实际上就等于10%，现在这样说出来，这样累积之下，好，一个礼拜就算做个一两档就好了。好，我选好的股票就是每一档让你赚10%，记住，这样子你的短线上的操作最符合。那有些人说啊，老师，那我可以当冲吗？那你只要低阶的，好，你真的有钱很多的话，你很多人没冲会很难过啊。那你要怎么冲随便你啊，对不对？反正我的股票就是会涨啊，你多买一点的话你自己看。但是有时候冲错的话，我不负责任哦。我要跟你讲的是说，我是不鼓励大家当冲，但是有些人就很喜欢冲，就很喜欢感觉那种刺激感，像赌博一样。那随便，最少我的股票你低阶应该是要冲个短线不难啊，哈，来回做也很好赚。但最少我维持一个原则，10%的获利，让我们的会员快速赚。好，那这档股票，哎，就是要跟你讲，嘿嘿，的确，下个礼拜一，请你务必清早哈，因为 AI 伺服器应用于 ABF 载板跟高阶伺服器、高阶 HDI 哈，低轨卫星应用于低轨卫星是精密钻针、电动应用、车用电子采用的电路板材料，朝向后筒方向发展，并更强调散热效益哦，已经跟你讲得这么清楚了哈，啊，希望你 bingo 哈，这样子哈，这张股票的确是我有兴趣，也是未来的有威科没跟上最新一档，赶紧洽询吧，0800-370-888哈，这个地方啊，我在等什么？像今天说实在，我还在等。还在等，所以下礼拜一希望大盘大跌，美国，哎，跟老师一锤子嘛，啊，今天大涨了400多点，给他回一点有什么关系？人家真的是那个，有些股票也回不去的啊。现在亚光我还恨不得他有回来，才有办法再带你进场的动作，都回不去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我应该跟大家讲的是说，我们在等待都是一些好的股票，可以邀请你共同，好，朝向。快速赚得到钱，哦，不是每天那买会赚钱的股票，买会涨的股票，当然买低档阶不是说只要会涨而已，要会赚钱，要会赚钱，哦，那有威科之后，当然涨停板之后，我们也恭喜，哦，我们的会员本身这个地方果然也是 10% 轻松可以获利放口袋，但是实际上波段它没有结束啦，哦，我跟你讲真的啦，有威科没有结束，但是我维持一个原则，10%哈，所以这个地方看个人的资金的问题。那如果资金100万各方面的话，我觉得 OK 啦。有时候就是一档一档来嘛哈。那所以接着有一颗没跟上，就这一档，帮你准备好了，就30几块而已，很适合你买哈，好好把握哈。那1+1=2，年终最特惠就是什么？就是我跟他啊，这个帅哥啊，那长得多帅，还有我加我的加我。也还不错吧，哈，哈，霸王花1+1=2，那很多人喜欢林威廷老师，哈，啊，这两天他刚好，特别忙着很多会员在找他，哈，那所以今天还是由我上节目，那一次优惠我们有双倍的服务，就是我们两人合为一，帮大家收一份的钱198，哈。就有两个人的服务哈，1+1=2，所以这个地方欢迎你好好的把握这个很难得的年终最大优惠0800-370-888，好，这个方案史上应该是说哈，你参加任何一个老师哦都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大阵仗，这么大的团队帮你做成人的把握，为什么你会赔钱？因为你们老师也单打独斗嘛，
你是一个人啊，然后发口讯给你就不理你。我们不是，我们有 LINE， 有双人的服务哦。那这种这样子，你可以加倍奉还，就靠这一通了哈、哦。所以你自己好好把握。好，那接着这个地方，也就是祝福大家周末愉快哈、哦。这个地方好好的把握我们这个最大的优惠，包括我们准备好下一档要给你快速赚的股票，已经准备好了。那你准备好拿你手上的股票来换也可以，而且我们也会吸收你会期。太弱刘强，请你好好的把握0803088888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谢谢。跌宕起伏的投资市场，你总是被割韭菜吗？选股操作的过程中，总是追涨杀跌，在股票市场中，我们拒绝继续当韭菜。获利是我们的目标，涨停是我们的期望。告诉你法人资金动向，跟着强势股赚一波，让股市霸王花和怀真带着您与钱同行。